大家好，我是 Ink Inno BU Gary。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电子纸运用在电子书阅读器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近几年来， Ink 在阅读器的基础上加入了数位书写的功能，开发出了电子纸笔记本，并运用在数位教育及商务人士使用，并广受市场的好评。各品牌依照产品不同的定位，开发出了不同的电子纸笔记本，但唯一相同的是充分应用了电子纸的特性，例如内纸质感轻薄好携带，长时间阅读不伤眼，并可以用来取代传统的纸本笔记本及作业本，减少纸张的耗用。现在 Ink 推出了最新一代的彩色印刷电子纸 Kaleido Plus，此技术赋予了电子纸笔记本拥有了彩色阅读与书写的能力，为未来的教科书带来更崭新的体验。未来的教科书、评量本、作业本都可以使用彩色印刷电子纸，这样在推动数位教育的同时，也能同时专注学习及不伤眼。Kaleido Plus is available now. 请持续关注 Ink 元泰科技。